这里是露营车的天堂国度，我的家乡纽西兰。我到了基督城哦，好久不在这里。究竟我们会发现什么好玩有趣的呢？草泥马。而要有什么样的探险等着我呢？好冷啊，我的妈呀！6月14号星期三晚上9点，千万别错过王子的移动城堡。